还有这样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去玩这《火影忍者》这一横八四啊，然后今天玩这个日向花火，她应该是日向楚田的妹妹吧？啊，还百度了一下，她好像是比日向楚田小五岁啊，但是能力好像比日向楚田还强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选她啊。但她现在有两个技能，一个是花火流回天，一个是八卦空斩。我们先玩第一个吧，这边是海野优卡。海蟹优卡啊，海蟹、哎，这个小女孩啊，声音就不一样啊，比较活泼可爱那种音乐啊。我们看她普通。小小的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看不到脸，看不到脸。哎，能不能换大一点？换不大啊，算了啊。我们看一下他的战状攻击。原来楚田还有个妹妹啊，妹妹啊，楚田的妹妹。应该他的技能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他的下状攻击。哎呦，打败了，还没什么特殊哈。我们看一下黄玉家攻击。还有一个特写，再来一个。还有抛媚眼，好呀，嘿嘿一下。我们看一下他的跳跃了。大大。看一下他的手里剑啊，普通的。有什么区别啊？我们看外壁。自己都撞晕了，拿出大招啊！都是64招，他很好的话型全都乱了，还能把他打到地板上啊！外壁看一下，自己都撞晕了，这招式啊！他的大招挺搞笑啊，哦，没技能啊，等一下我们直接把它调了，来个大招，一戳两戳64招，还要把他的化型整理一下，他才把人打到地板上，连头都看不见啊！我们看一下他觉醒啊，小女孩觉醒了，哎，没什么区别嘛，打的好像非常快啊，对，输了，普跟那个普攻一样的，战段一样，战段也是一样的。怎么没把他打到天上去啊？哎，他会跳。哎，他外壁，哎，变成回天了啊！八卦掌回天。哎，回天回的太快了，手游里面回天回的很多啊。手游里面，楚田应该也会回天吧？他的妹妹都会飞天了，对吧？我们先看他的那个，他不是还有一个技能对吧？他还有一个，哎，他还有一个技能就是八卦空斩啊，发火流回天。他这应该也是外壁啊，就是外壁技能不一样的，我们直接看他的外壁啊。好，这个是远距离的，不错啊，能有多远？这么远啊，这是最远距离的，还不够，我们再走近点，还不够啊，还是比较短啊，啊，距离差不多一半吧啊。
喜欢看他的大招。这下是打女人，打女性忍者最典藏的地方，对吧？典藏最重要的地方啊。他的防御加币还有一个特写的。嘿嘿，这个跑来跑去啊，翻跟斗，觉醒，哎，眼睛变白了那样子啊，反正都白眼了。还是飞天啊。特别啊，我们直接去实战一下啊，跟他去打一下，看一下效果如何啊。咳咳，他应该也有联手奥义对吧？楚田啊，跟楚田还有宁次，那就是三星妹了啊。感觉用哪个好？用这个八卦空斩好吧？还能远距离一点的，他那个撞来撞去自己都撞晕了啊。这边是谁？沙暴我爱小鸣人是吗？不是。这是小个打小个，漩涡木流人。哎呦这么快，什么情况？哎呦，我中招了！就我这样的打一个小女孩啊，真是上天赐福！牛逼吗？哦，我的妈！如果尝一下血就没什么好了啊！你竟然没有查开啦！哎呦！打灰塔啊！哎呦，又中弹了！糟糕了，中了二维的弹。哦，这下打得不惨啊，要被虐了啊！放我啊！我都没把他召唤出来啊，太可惜了啊！你们这无聊啊，没手而已啊！上吧，上吧，上吧，上吧！准备が整った。连个连手而已，你怎么都不会连手而已？我的连手奥义怎么出来啊？我操！我被他连手奥义掉了。好不容易到这连手奥义，我居然打不出来啊！打出来打不到人，我就郁闷了。哎呀，坑啊！这把输了怎么打呀？我错，不要是一个小女孩做这么猥琐的事，好不好？还打还打，啊，我都分身了。
又被打飞了，没有这一串伤。他打错人了，打到他的防御了。只有死人耍那招是吧？来一下就来一个外线。这下你打到他根本了，你打到他的防御。快点看他联手奥义，打不出来。你们那个外地怎么老是往外地出来？基本都会是这种招式啊。四个日向家，最强的一组。这个联手也挺帅气的啊。反正这打不好打，我们直接去那个训练模式那里看他，再看一下他的联手奥义啊。啊，明天玩这个、啊、漩涡木流人。木流人是谁？漩涡是鸣人的儿子吗？我们主要要看一下这个联手奥义啊，人家打了半天打不出来，一不小心被人虐了。开始。哎，怎么换人了？把他的大招换出来，先把这个死田的大招换出来。怎么换人？没电了，换人。现在按了哪个键？临手奥义。まだまだ爪が甘い。
目前是木叶最强一批。好吧，我们就演示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关注我一个视频，点个订阅，点个赞。